一辈子漂亮这么一次，一定要把自己装扮得很漂亮。可是我的想法就是说，你一生干嘛只漂亮一次啊？那多可惜，你的人生这么长，但是你能漂亮的日子真的不长。那怎么把握自己？上次化妆品的时候，印象中好像是结婚吧。结婚之后是有化啊，可是听说生完小孩以后记忆力会更差，所以以后不要问。所以记什么事我不太记得，我连上一餐吃什么。我自己穿很丑没关系，你看我平常我也不会去打扮。可是草爸还有他们小三个小孩子小时候，我会买名牌，买什么好的给他们穿，我都是买100块的。